何律师，有位女士找您，她说她姓裴。上次匆匆见了一面，你应该还记得我是谁吧？当然，赵夫人。你也不用太见外了，既然已经和莫深结婚了，称呼我一声岳母也是应该的。你若一时不习惯，那就叫我裴女士。裴女士，我很好奇你的来意是什么。上次短短几句话，陌生便对你颇多赞美，我今天不过是过来看看，多一些了解。陌生要是知道你这么关心他，肯定非常高兴。你在替陌生感到委屈？陌生从来没觉得委屈，我何必多此一举？的确，陌生从小到大，我从未尽到做母亲的责任。一方面是我忙于事业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和他的父亲感情不是太好，难免疏忽了他。幸好这孩子没那么敏感，总算是健健康康的长大。我现在是有意弥补，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。裴女士，要是想表达母爱，何必舍近求远？我想你去找陌生更直接一些。你似乎对我有敌意。大概是你的错觉。不知道何律师的父母是从事什么职业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不妨约出来双方正式见个面。这不太可能，我父母早已亡故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病过世？裴女士，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？为什么不直接问我，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死和赵先生有关？你果然清楚。那你和陌生结婚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报复我们？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为什么结婚，还有我也没这个耐心去编织这么长一个报复。我不相信你。你的信任对我无关紧要。陌生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不适合知道，也永远不会知道。所以你不是为了报复？那我就放心了。其实前面这些我都是在试探你，我是怕你为了报复我们才去找的陌生。既然这样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的真相，你爸爸的死和陌生爸爸没有关系，陌生爸爸早就把工程款付清了，没想到总包商当中卡了一环，拖延了支付，这才导致你爸爸的意外。总包商那里肯定是说陌生爸爸没付款吧？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大家都误会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裴女士今天是有备而来，那应该知道总包商的老板4年前就因为巨额经济诈骗入狱了。
你那个案件我是原告律师，你早就调查清楚了，那就好。我就是怕你误会了。我的确在几年前就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所以赵清源和总包商真的毫无关系吗？我们都清楚，生意场上谁没点往来，陌生爸爸也是有错的，在过程上没有尽到执行监督的责任，拖欠款项的事到处都有，谁会想到会出意外呢？他爸爸也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，希望你能原谅陌生的爸爸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不多留陪女士。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承诺，我虽然和陌生不亲，可我毕竟是他的母亲啊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他们给了我十年，我要陌生一辈子。陌生爱胡思乱想，这些事情不要让他察觉。李琛，告诉一个你会喜欢的消息，尚梅搬回去了。我马上到你楼下哦，一会儿一起去火车站接叔叔和阿姨，然后一起吃饭。不回我？你不会不在吧？可怜的手机，李琛又把你扔在哪儿了？这么没耐心。不用上来了，在楼下等我。是不是又被你丢掉哪里去了？手机好可怜，总是不回我短信。你知不知道我在这儿等了你多久？我都数了好几个999了。情深难寻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友，因为新郎和新娘都是我的师弟和师妹，所以请允许我以娘家人和婆家人代表的身份时跟你们说生人。我恐怕是没有经验，但是要说人生，凭我的经历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。
凭我这个从未结过婚的过来人的经验，我想告诉你们，结婚其实就是合伙，是两个人合起来搭伙，而不是合起来发伙。这位帅哥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老婆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，她说的对的是对的，错的是不对的，但你要认为她说的是对。当无名指有了名字的时候，幸福才刚刚开始。法官大人，各位陪审团的各位亲爹亲妈大人，各位亲友团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以爱情为依据，以忠诚为准则，祝福二位新人踏上幸福旅程。最后，我还要送二位新人一个小小的 surprise， 那就是鄙人要即兴赋诗一首。得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你说了不算，要听民意。大家说想不想听？想。你们的真相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同在一座象牙塔，相亲相爱真不假，经历风雨终相聚。祝二位早生贵子，先来俩。先来俩，就你识数，我给你点个赞。是不是我该喝酒了？那这样吧，这瓶酒你打算怎么喝？干了。干了。要问老婆该怎么喝？该怎么喝？老婆说的对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一家。没办法，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孤身一人呢。一会儿抛花球的时候，哪位拿到花球的姑娘一定给我留个电话啊，最起码留个邮箱吧。好，今天我们已经目睹了生活中真正的高富帅和传说当中真正的白富美，让我们祝福一对新人踏上幸福旅程。你没意见吧？好好好好好，多喝点多喝点。那是今天是你第一次结婚啊，这是肯定没有什么经验。等你下次再结婚，就经验丰富了。不不不，师妹，我跟你说，下次再结婚，新娘是不是你，那我就没法保证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敢，你就盼着人家，你就盼着人家，你连第一次都没有，你哪有经验？你的第一次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刚才不说了吗？谁接到花球，谁给我留电话。那位美女在哪儿啊？那位美女在哪儿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说美女，说美女，美女到吗？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就等你了。先喝一个。我真的不是挑事儿啊，二位新人，这绝对是来踢场子的啊。哥，我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最重要的是。我见过两个人喝交杯酒的，三个人喝我还真没见过。大家想不想看？想。不要了，三个人怎么喝啊？我觉得你想参与。四个人，自己家的事儿回家再说。没你了，就是想跟他喝交杯酒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知道。哎，你来吧，你来吧。来，我娶谁都伤一大帮人的心啊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你这个话都讲出来，你拿着酒吹到自己看着办。对，吹到吹来干一个吧。老袁，对啊，老袁，你这话都讲出来了。喝交杯酒也得跟我跟姨嘛，是吧？过，有人不乐意了你就过来。慢了，你快一点呢。
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们别闹了。今天谁呀、啊？今天谁？今天谁呀、啊？在闹什么？好，那你光来就空手来啊？我们都给红包了。你这么针对人家什么意思呀、啊？你心里怎么想的？等一下，我想。你也太暴露了。你说，讲了这么久，能不能喝一口啊？新郎是想干嘛？准备。谢谢。好的，好来。我再说一句，不是同学，胜似夫妻，干！相同的梦想与坚持，让我深深的确信和肯定，你就是那个我想要尊重、保护、珍惜的人。所以在三个月前也很紧张，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对你说。律师好，我妹妹结婚的喜糖，待会儿帮我发一下。喜糖啊！喂，谁结婚了啊？为什么新郎不是我？以梅。以梅结婚了？嗯，她说改天在上海请大家吃一顿。那必须的。啊、好呀好呀好呀。那哪够啊？袁律师嫂，何律师嫂。哎，喜糖。已经和小刘开始冷战了。每天申请上那个大学也不容易，可出国深造一去两年多，小刘怎么办啊？听说小刘已经跟他求婚了。向恒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听说改了行程，要晚一天。你说每天会不会去啊？一边是光明的前途，一边是幸福的婚姻，这搁谁谁都难办啊。梅婷，向律师什么时候回上海？后天下午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李晨，梅婷怎么说也跟你干了好几年助理了，你好歹得关心关心啊。嗯，
我老婆不会希望我管女同事的私生活。你老婆什么事都说你老婆啊？娶老婆了不起啊？啊，每次都拿你老婆当挡箭牌，你老婆造吗？少学点网络词汇，有损我们专业形象。还有，你不说她就不知道。下次我一定告诉师妹，你已经害得她成为我们司法圈有名的悍妇了。自我约束有利于家庭和谐。你没老婆不会懂的。哎呀哎呀哎呀啊，受不了了。哎呀再不能跟你愉快的交谈了。老婆，老婆救命啊。嗯，你是不是打算出国？何律师，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出国吗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求我留下来？那所大学我是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，而且只有两年而已，不去上太可惜了。何律师当年等你太太不也等了七年吗？为什么他两年都不能等我？如果他等不了，那就证明他不是真的爱我。何律师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等等，我并没有阻止你的意思。追求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但这跟证明真爱与否并没有关系。如果要用时间证明爱，那要浪费多少时间？把头发吹干再看书。知道你要回来了吗？过来。都几岁了，还跟小孩似的。是你要我留的，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，这个长头发是我跟你结婚之后才长出来的，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你有义务要进行维护和保养。哪来这么多歪理？何律师言传身教。言传身教，像你这样的学生我可不要。不要这样看书，对眼睛不好。可是头发还没干呢，千万不能睡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本书是小红给我的，她故事可有意思了。她是说一个30岁的女人被抛弃了之后，不小心出车祸死了，结果等到再醒来的时候，竟然回到14岁，然后重新开始她的人生，是不是很搞笑？如果你回到14岁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提前去找我吗？那年你才13岁，未成年，刚刚小学毕业。也对。不过如果是我回到14岁的话，我一定会考一个跟你一样的考证，然后呢？提前就把你给搞定。何太太，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我可不会跟你早恋的。那你当初不还一样说坚决不在大学谈恋爱，结果呢，还不是一样被我拿给拿下。手下败将，何以言勇。
回来扶你到现在，我澡还没洗呢。还没洗澡。真的有可以回到过去这种事的话，我还是想要回到19岁。你干嘛拍我？我好好的在拍风景，你为什么忽然冒出来？你为什么走了？你不是要拍风景吗？我把风景还给你。好了，我承认我偷拍你。你拦着我干什么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和性别啊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把照片给你啊？不需要。那我只好等洗出来之后拿着道具去问了。你站住！干什么？担心我找不到你吗？全校虽然有好几万人，但是有志者事竟成，我一个一个去问，总会问到的。何以琛，国际法2年级。哎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。这位同学，你要跟我多久？真到你发现我呀。这位同学，你该不会是忘记我了吧？不是说你们读法律的人记性都很好吗？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，不会浪费在不该记的事情上。好吧，我相信你是读法律的，圣人读。那我是过来信守承诺的，给你附照片，你看，是不是拍得很好啊？我第一次把光影效果处理得这么好，你看这儿还有一片树叶，阳光就从这儿穿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照片我收下了。谢谢。哎，什么叫照片你收下的谢谢？你不打算还给我吗？还给你？当然，照片是我拍的，难道不是我的吗？这位同学，你确定要和一个法学院的学生讨论这个照片的所有权问题吗？什么意思？这照片就这？谢谢。就这么变成你的啦？哎，请我吃饭也行啊。请我吃个饭吧。这位同学，我想我们并没有这么说。哎，以琛，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赵默笙，赵呢就是那个赵，默就是沉默的默，笙就是一种乐器。我的名字是有典故的哦，是出自徐志摩的诗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，是不是很好记？我知道。啊？你在照片背后写了。是不是我请你吃了糖醋排骨，你就不会再跟踪了？我没有跟踪你啊，我明明跟踪的是30堂的糖醋排骨啊。所以昨天你是跟踪鱼香肉丝，前天是跟踪水煮鱼片。哎呀，师兄你怎么那么伟大？不愧是法学系的，这段能力真的超级棒。谢谢夸奖，我破案能力也不错。前天是周三，周三食堂没有卖水煮鱼片。啊，这样的。好吧。身边就像风声。
我考虑过了，如果3年后你注定是我女朋友，我何不提早行使我的权利？走吧，吃饭，糖醋排骨。我终于有了一点点真实感了，我真的是何以琛的女朋友了。以琛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也没有想清楚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不用想，不用想，不用想很清楚。我发誓，一定会做一个最好的女朋友。听话就好。一定听话，我最乖了。走吧。在我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什么，没有很重，时光只有一点点重，还来不及去一点点重。我已经很尽力的走直线了，你没有看到我走直线吗？我没有。我为什么要多写几遍你的名字啊？谁知道。你不知道。写我的，我看看你笔法怎么了。就一生疏的寒暄，往事浮现，每晚的故事连连，时间还在变，我们还在变，但请你相信，苍白 Pretty sunshine， 美丽的世界，好好坏坏，世事无畏空白。答应我，那天我失了人海，怎么才来啊？抽到多少？我都没数好久了。一定会来。走吧。我没听。见死不救也太小气了吧？怎么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想那么久吗？把他们全都关进牢里。建哥，不是我的心态。哦，难道这位同学对我讲的刑法这么感兴趣？教授，人家是陪男朋友来上课的。陪男朋友啊？敢问是谁的女朋友啊？站起来。我的。生日快乐，以琛。你今天跑哪儿去了？礼物呢？我今天跑了全城去帮你买生日礼物，但是都没有挑中满意的。以琛，我应该提前准备的。算了，闭上眼睛。啊？就不走了，让所有的人都过得好好的。那你要怎么样对我好好的？是书不让我盯着念，还是800米你自己能过关的？还是每周三我不用去排队抢糖醋排骨？以琛，我明天去吃糖醋排骨。
身边，你就不会得胃病了。你能照顾我？好像是不能吧。但是你必须要照顾我啊，所以顺便也就把自己照顾好了嘛。让我看看脸皮有没有变厚。我没有说错啊。你看，你为了让我要好好吃饭，所以你就必须要跟我一块儿吃。那个时候，等你到工作了，我也刚好就大四，也没有什么课，就每天可以过去找你了。每天跟你一块儿吃饭，至少你就不会消化不良了。好像学校离事务所有点远，好辛苦。不远，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呢，还不远。大四你已经不住校了，我租了个房子在事务所附近，你到事务所很近，那时候你肯定已经跟我住在一起了。这么多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完啊？搬过来一起住。啊？我才不会跟你住一块儿呢。那个时候我才大四。你大四的课大部分都在下午，住我那儿更方便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课都在下午？我去过。你去看过我大四的课程表？我们住在一起，接下来呢？好吧，就当我被你强迫跟你住在一起。那然后呢？基本上我会让你主动提出来。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当初是我追的你，好不容易让你动了心，你又骗我让你去找你承认，就连结婚都是我追了你，你根本就是守株待兔。不对，是守株待猪。这个比喻不错，守株待猪。那后来呢？我们应该租了一个两室一厅吧。啊，你还要个专门的书房？我那个时候经济实力不够啊，你就将就一下吧。不能将就。那差不多到了大四的下半学期，我也该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了。该不会找不到吧？会的。那好吧。反正太过顺利的人生好像也不好玩。那我既找不到工作也没事做，那我到底应该干嘛呀？在家装修房子。这么快就买到房了？那一年我办了一个不错的案子，老袁人厚道，拿了不少钱，首付款够了。好厉害呀。没办法，养你压力很大。我明明就很好养。好吧，那房子也买了，工作应该也找到了吧？那接下来呢？
结婚？该不会是连婚都要我求吧？不会，我比你亲。新房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结婚吧。现在就去。现在。还是算了，一定会被他嘲笑一辈子的。那结完婚以后，我们什么时候生孩子啊？什么时候要小孩呀？晚一点吧。哦，我不想这么早要孩子。那下一次尚梅再问我为什么还不要孩子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你的问题？我希望你在暗示的那个，不是我在想的那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啊，如果真的回到从前，这一切还会发。我不想重来一遍。叔叔，儿子，脸帅。刚刚是不是你哭了？小布丁最帅了。哎，你们俩都两年了，怎么还不要啊？哎呀，我也想要的。啊？他不想要。看他挺喜欢孩子的呀，你看逗得多高兴。知道。不会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吧？我猜应该大概有点可能吧。哎，顺其自然吧。哎呦，老弟，哎呦，是吗？是不是不喜欢小孩子啊？没有啊。那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吗？瞎想什么啊？那我不明白了。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刚刚在一起，如果多一个人来凑热闹不方便。就因为这个。好，
既然你这么想要孩子，那就要吧。真的？顺其自然。那快点回家顺其自然啊！现在。现在看这个书太脏了吧？你在怀疑我的效率？可是我们才顺其自然半个月。所以再过半个月就用得上了。已经晚了一个星期了。什么啊？你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你去买早餐啊！我要吃小笼包和小米粥了。回来了。来。哇，汤包。老袁，是我。周家的那个案子，你来接手了，我排不开时间。什么？为什么要交给我啊？我要相亲，我很忙的。我要照顾默笙。师妹生病了？没有。她怀孕了。什么？哎，你又抢我前面了。这不很正常吗？啊，张院长你好，我是何以琛。小小，我是以琛。你怀孕的时候看那些资料和书都打包好了，我一会儿过来拿。那你什么都做了，那我干嘛呢？是啊，你还能干嘛呀？什么都不用。好开心哦，以琛。我本来以为可以找回你就是完整了，可是原来还能更完整。默笙啊，孕妇呢要好好补，孩子生出来才健康呢。妈，你别教坏默笙了。孕妇都贫血，你要多吃红枣啊、赤豆什么的，但是不能吃大补的东西啊，什么人参啊、阿胶都不能吃。喝水。哦，就你懂，还不早点怀个孩子，整天就知道事业事业。求别念，我这不有计划吗？明年就要。这孩子，哎，默笙啊。
昨天你去产检，医生怎么说啊？医生说宝宝很乖，严格的按照生长表上面在长，而且昨天 B 超做出来，说他跟标准的五个月小孩的大小一样。真的？也太好了！这小孩将来性格估计跟哥哥有的一拼。哥，你是想要个女儿呢，还是儿子啊？嗯，都好。倒也是，生个一男一女龙凤胎。女儿呢像陌生，会很可爱呀、啊。儿子像哥哥，这样就完美了。才不呢，医生他说女儿一定要像他，这样才不会被骗。儿子啊也一定要像他，因为儿子也要像我，才会有人送上门。他可以骗到人。回家再看，回家看。哎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小男孩子。居然要生了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加油。嗯。像你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孩子刚多大啊，哪看得出来是小人呢？
你是不是摄影师啊？有没有观察能力啊？大惊西凉，这么壮，后生可辛苦了。嗯，哎呀，辛苦啥呀？我们大律师养得这么好，你看我们多可爱呀！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现在除了非要下床不可呢，也就尽量在床上躺着。而且现在要是吃一些特别有营养的东西都没用，你现在吸收不了，反而对身体不好。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没事，有我们何以琛在呢，啊，不怕。对。对了，宝贝取名字了吗？啊，对啊，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哎，赶紧取啊，别跟我们似的，出生证明后来才填的。想好了。哎，那叫什么呀？今天太阳很好，就叫合照，阳光照耀的照。嗯啊，就这样啊？不是，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？今天有太阳叫合照，那要没太阳，叫合不照啊？你同意啊？挺好的呀，合照。哎，照。陌生性的谐音，哎，是不是谐音啊？巧合，巧合。哎，行了啊，王生，你们俩可够肉麻的。我也觉得挺好的呀，这样取名多简单啊，是吧，云凯？咱俩以后也可以这样啊。哎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那我们俩以后孩子取名叫张和，那孩子肯定会恨死你的。哦，行了，那我们先回去带孩子了。对呀，多保重啊！我还得当奶瓶儿，好好照顾陌生。好，慢走，下回见了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爸爸很喜欢你呀，他说你就是他的小太阳哦。嗯，跟妈妈一样。嗯，合照，阳光照耀的照哦。知道吗？这里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地方。你以后也会在这里。那我爸爸坐在哪排座位？他在哪排座位？他在那个教室里面。那你看妈妈在哪排座位？这里是一小时吗？这里不是小学，这里呢是爸爸和妈妈在大学读书时候。你也上这所大学了吗？要跳吗？再来一个。Pretty sunshine， 美丽的世界好好坏，只是不为空白。过来的，开地球摇摆。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你定站在最显眼舞台，等着我。确实猜出来了，要不是你妈妈当年不陪你爸。这样好的天气。适合出门，适合偷拍，适合与你携手同行。